这个女人悠闲的用激光开瓶盖，手指一吸一盒罐头轻松打开，熟练的手法瞬间将巧克力打碎，手指接上打蛋器，可以快速搅拌成型。伸进一百零一度的开水，拿起鸡蛋放入特制的机器中，经过一系列自动化操作，放入勺子，味道鲜美的水煮鸡蛋就做好了。 他就是这个家庭的机器管家，在未来世界，人类释放双手，把一切都交给了人工智能。这种三百六十度监控会自动飞出，发现只是邻居家狗狗闯入，结果却被狗子一口吞下。这只狗狗已经被克隆了七次，回到屋内再次还给邻居。管家见状，通过主机换出专业清扫机器，先是喷出沙子浸泡，然后吸取，最后消毒，一气呵成。也不也也不 这时，邻居前来拜访，告诉他们现在整个城市陷入大堵车，城市派出极其讨厌人类的游丝机器人，他们会替代警察管理人类的犯罪分子。机器人都惊呆了，原来对待人类可以这样。屋内的人随后也都看向了机器人。 尴尬的机器人只好缩头走开，各自忙自己的事情。众人决定离开，结果发现门自动上锁。男人让德克打开手动开关保险，并让管家清理掉里面的杂物。管家直接将里面的蜘蛛网吸入自己身体。可男人输入密码之后依然打不开大门，气得他直接将管家按下了关机重启键。这时，聪明的机器章鱼出现了，告诉他们智能主机感觉外面不安全。 升级了系统，自动锁上了门。原来几个家庭机器人早已知道那个光头游丝机器人非常危险，为了阻止人类出门，只好更新系统，不再听从指挥。这边人类开始寻找办法出去，只见男人拿起雕像向门砸去，殊不知这种玻璃是中国制造。又想起屋子的智能系统配备了紧急解锁站，只是却安装在了屋子外面。这时打开了屋外广播。 喊来了邻居家的狗狗，利用红外线笔将狗子引到解锁站，最终狗狗成功的咬到了把手，叼着把手仿佛在做引体向上，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，狗子成功咬掉了把手，回到主人跟前领功。这时男人又想到了自己的车子，立马远程将其启动，调准方向，开足马力对准了玻璃。